先生，这东西很好用的，回收快，而且可以让你轻松过生活。哎，就梦姐了哦，小姐，你穿的好像是特务，该不会你在出任务？请问小姐，你也想加入吗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今天突然被爸爸叫回来种凤梨，这么大的一片田，我一个人是要种到什么时候啊？什么声音？让我来分辨一下。难道这就是农机界最有 power、最有技术、最科技的？这台四轴式凤梨植麻机可以用在砂石土和泥土的田区。更棒的是，在没有石块或凤梨根的平坦田区，种植存活率更是高达100%。在农粮署官网农机补助专区有农机补助相关资讯以及咨询窗口。哦，这些补助也太棒了吧！噔噔，胡一哥，我们先来品尝在地美味吧。好，谢谢。你们家的凤梨有够甜，赞。看到两位大口品尝，我也好想吃一口啊。